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东柔杯柔道赛，今年迈入第十周年了，由台东体育会柔道委员会主办，在台中体中展开了三天的赛程以及训练营，邀请到全国有19所国高中，将近300名的选手以全中预赛制来进行，促进不同类型选手接触，来提升应战能力。选手们在场上激烈对抗，使劲压制对手。来自全台9县市19支柔道队伍齐聚台东大学附属体育中学，参加东柔杯十周年柔道赛季训练营。透过量级个人赛、三人擂台团体赛和训练营课程，提升柔道竞技能力，促进交流。我们有柔道的比赛，以及我们有办训练营啊，那就是借由这样子的活动，然后可以让外县市的队伍可以到我们台东来，好好的来练习。然后我们也尽量就是说多增加一些比赛，然后让孩子有一些多一些比赛的经验，以及他们练习有多一些选手可以互相的切磋。我们都是从其他地方来，彼此的技术也都差不多啊，然后可以这样子。切磋我们也很开心。为期三天的东柔杯不止强化选手应战能力，也透过团队合作布置场地、打扫环境等工作，带给选手服务、回馈、感恩的教育，实践柔道的核心精神。台东县各级学校在柔道运动的推展已达到四级发展，未来希望透过东柔杯、一蹦杯的永续办理，让讲究礼节及与他人切磋精神的柔道运动更加发扬光大。记者肖佳慧，台东市报道。